个短片，来看第二个短片。我在小南买了一套40多平米的房子，房子虽然不大吧，但是挺温馨的，手里面也有几万块钱存款，但是我想用这部分钱吧，扩大我的水站，因为我这水站，挺有前景，挺有发展的，我想将来就是挣大钱的时候买个大点的房子。别看我瘦，我浑身都是肌肉，我一天最多扛过60多桶水，我绝对能保护你。我这人吧，心眼比较小，不喜欢女孩有过多的异性朋友，但是自己有个量就可以。我择偶的标准吧，不要求女方长得多么漂亮，漂亮的吧养不住，就是即使找的丑一点也无所谓，这样只要能跟我踏踏实实过日子就行。不喜欢那种太粘人的，不懂事的，那样的我接受不了。来，四号磊鑫，那个小伙，我想问你，你那胖瘦是硬件要求吗？你那男有臂，我这也有女有臂，我这肌肉也不比你少。哎，来，我看看你的肌肉。啊，还不错哈，还不错，老结实了。我这胖瘦吧，它是跟身高有一定的比例的。你看你身高跟体重就比较符合。像9号这位美女，就是有点太高了。10号郭梅这是咋的了？我寻思他又埋汰我，那你要说我高也行，挺好的，又高又瘦。他说的又高又瘦，他说的是9号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我上我又高又瘦9号。说的是9号。上9号又高又瘦。这10号每天的了，你指的是我？指的是说我，但是我嘴上说的是9号。你说9号比例，因为他个儿太高了，所以他瘦。像4号的那个呢，他个儿海拔没有那么高，但是他这个身这个就比较匀称，是那意思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是这个意思啊，明白了啊。16号威尔。他不说太漂亮的养不住吗？我寻思我问问他我什么定义，是吧？啊，那你是漂亮的，养不住的呗，就是。是的，是的。是吗？是的。那咋就养不住了呀？不有句老话说得好吗？就是丑妻近地家中宝，是吧？哎呀妈，这都得找磕碜的是吗？长得太好看了。也不能长得太磕碜，就是一般人就行。我看到是场上4号的灯亮着啊，我征求一下4号的意见。没意见。掌声有请4号，耿磊鑫，有请。说点啥？你现在啥心情啊？现在啥心情？有点小激动啊。相中他啥了？通过短片了解吧，我觉得小伙挺踏实的，然后特别能干。我是属于那种，就是我啥活都能干。以前反正现在做什么工作呢？现在是一个销售助理。对。而我是属于那种，就是不太能踏踏实实干活的人。但是要是能有一个人能跟我一起干，就是他比较能干，然后带动着我，我觉得我还可以。问一个你想问的问题。我想问的是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努力创造美好的明天吗？那你要同意我也没啥说的，反正恭喜，祝你们幸福。牵手成功的女嘉宾将会获得由老凤祥珠宝提供的价值3999元一件清新系列18K金碧玺产品一件，祝你们幸福。又是4号位，燕子姐，我也想给我送4号去吧，我也想去。4号位置怎么多了一个姑娘？4号位太火了，上了一个姑娘2场就走，有的1场就走，我都搁这沾这老些气了，我也没走了。你不昨天再来，我得过来沾沾喜气儿啊！这屋真的太好了，还有谁想沾喜气儿都会沾沾喜气。
像15号大圆圆呐，14号大脸呐，2号范丽媛啊，哈，范老师啊，是从第一期一直站到了现在，大概站了能有4-5个月了。有吗？我昨天才来啊，我昨天才来。对，他昨天才来的时候，是之前站的是一个戴眼镜、长没你好看的一个女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之前站这儿的是一个戴，也叫什么范丽媛啊？他俩就是重，我不叫范丽媛了，范金城。我妈说我那个原来那名没有姻缘，找不着对象，我改名了。改啥了？范金城。哪个今天就能成？哎呀妈呀！我妈说了，换了这个名之后就能找着对象。你接下来就叫范金城了。对，反正就站哪天哪天都能说今天都能成，是不是？对，就能成啊！好，好，好。